哇，正好哇，这什么叫参天巨木？虽然它已经倒下，这已经出加工了，树皮已经都去掉了。对对对，这些树呢是经过多年的收集得到的，都是自然死亡，有的是被雷击的，有的是刮台风啊什么被风刮倒了。哇，像这么大的树，应该有五六百年的树龄了，所以长成参天大树。 这个经过时光漫长的时光岁月，所以我想赋予它第二世的生命。哦，这变废为宝，这得有多沉啊？这有三十几吨，三十多吨，一个三十多吨，几十吨呢。这比那个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还要大，还要大。《清明上河图》将近十三米。这个一段有多少米？这个是十九米。哇，十九米。哎呀。 您就上来就干了一个plus，现在是plus加plus，plus的立方，太牛了。这个作品呢，是我第一件这个创作的百米长卷的作品，莆田的母亲河木兰溪养育了我，所以我想再创作一个作品叫百里兰溪图。哦，我会把莆田的这些这个民俗的元素，比如说闹元宵啊等等，莆仙戏啊这些场景。 都融入到这幅作品当中来，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。其实就是挑战自己。是的，是的，并且有伟大的这个责任感，就是把废物泥染传承，传承下去。所以我呢觉得真是了不起，谢谢院长，就是宏大叙事，担重任，精雕细琢，见功夫。 谢谢院长，谢谢您，谢谢您鼓励。那今儿我们这开工仪式怎么开？今天您组织组织，我们都是第一次。太有幸了，太有幸。一起动手，一起来为京杭大运河雕第一刀。好啊，哇，选一下工具，哦，这有大小各式各样的锤，是吧？我挑一个圆刀。我随便来把刀。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开工口号啊？对啊，应该有。吉祥喜庆。好，来，好，莆田木雕，京杭大运河开工了。嘿，不敢下手呀。对，新的吉尼斯纪录要诞生了。太棒了，太难得了。